娘亲，娟儿没有说我。娘亲在，不怕。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对皇子用板子？皇后娘娘管教不好自己的孩子，那就不能怪别人帮你教育一下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冬儿，回皇后娘娘，奴婢撞见先皇子给纯妃娘娘的猫喂食，猫吃了后就奄奄一息了。一只猫而已，死就死了，可咱们的萧皇子却不承认是他所为，小小年纪便开始说谎，皇后娘娘，你说该不该打？娘亲，小儿没有，小儿只是摸了摸猫猫。还死鸭子嘴硬，给我继续打！你们谁敢？一个被弃掉的皇后娘娘，一个不被承认的皇子，有何不敢？给我打！娘亲，娘亲，都给我住手！一个小小的妃子，竟敢对皇后和皇子动板子，纯妃娘娘，你的好日子怕是要到头了。哟，今这风吹得可真大，把咱们千宠万宠的贵妃娘娘都吹来了。春喜，先带皇后娘娘和萧皇子回去。慢着，贵妃娘娘，我的猫被害死了，你直接把人带走了，那我的猫岂不是白死了？一只猫而已，明儿个我让春喜去寻些更好的送来就是了。不行，我只要团子。